去火锅街没火锅。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就是这样，吃吃东西看着吧。那今年的街舞是从嗑瓜子开始的吗？都在嗑瓜子，唱首瓜子歌。都在嗑瓜子，就差给他剥好了。都在嗑瓜子，你说到底为什么？都在嗑瓜子，嗑瓜子嗑。耶 ！Hello， 陈总。你好，你好。这还可以吃。幸会。幸会，幸会，幸会。还可以吃东西、啊、我也刚刚进来。欢迎二位队长。啊，唐队长是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元老。欢呼，王一博队长是前两季的冠军队长。哎，请问在以往节目中作为街舞队长，你们曾被问过最难回答的问题是 ：A. 四位队长中最想跟哪一位 battle？ B. 你觉得自己的舞蹈能力在四位队长中排第几 ？C. 如果要选择一位队长跟你结盟，荒岛求生，你会选择谁？我们选 A。这是新队长啊。在进入街舞宇宙之前，需要对你们进行一系列的队长能力测试。四位队长中最想跟哪一位 battle？ 啊，我们是给他出啊，我们给他们出题是吧？哎，陈炫哥，我都不想，我是更想要欣赏看别人跳，欣赏看表演，对对对，嗯，那你呢？就是看从什么角度吧。如果说 popping 的话，我觉得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信心。第二，因为第一肯定要留给 Battle King 根哥。聊什么啊？第二是谁？第二是哦，最想跟哪一位 battle？ 哦，对，对我来说是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因为每位队长身上其实都有不同的学习的地方，然后都很厉害，可以一起玩一玩。那这个题就给他们出一遍得了。所以还有什么题吗？还有什么难题？持续高能的录制对队长的体能也有一定的要求，请问你们觉得选择哪一种方式有助提高队长的体能？博生，哇，博生、就正常，那正常，波比跳而已，也还好。健身操，哈哈，站起来，下一个。单腿伸展，哦，这个，这个是肌肉力量，从这四个选一个，先波比跳，然后再单腿伸展。四，哇，一开始就这么强烈，这个设置有点坏啊，这有点坏啊，我觉得这个设置不对啊。这我们在哪里吃的是吧？这样看着的是不是？哎呀，这个有强烈的对比。哎呀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个太坏了，太坏了！来！没有，是这样耗我们的体力是吧？可以了，好像12个。我们绝不多做一个。请完成8组单腿深蹲。
哇！马总，我以为就一个呢。换个腿，换个腿，可能这个腿更好一些。节目组太坏，太坏了，又太坏了，这逼着我们做坏人，真的。两位新队长，千万不要过来。起来，都是节目组的苏丽丽。你们的表现非常优秀，厉害哦。这提前打好了，我就算弄得不好，他们会这么说的。在你们前面电视柜上有一个变音话筒，这个话筒绝对是那边能听到的，说过去的话。啊，变声了，变声了，我信吗？是的。现在都不信你们组了。你好、啊。你好。谁？两位队长好。晨晨导演，我已经听出来了。哦，你变身我也记得你。晨晨导演说话有一个调调，你也听出来了。声调是吧？对，太明显了这个。这都让你听出来了。这一季的街舞，你们有准备吗？说实话，我是有点焦虑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太久没有跳舞，所以我确定接这个街舞的时候，我是有点焦虑的。就，对对对，但是，请讲。我们今天的录制呢就到这里了，我们可以收了。那不可能，我这个太了解晨晨导演的这个设计，要不然就是我们往外一走，然后大秀就开始，要不然就是这个房间一炸开，然后四面都有大秀。欢迎来到，这就是街舞。但这个门可能也没有那么，好像是感觉可以推开的感觉。是不是上面没有东西啊？啊，请去门口迎接另外旅行。好啊！哎，你们在这屋啊 ？Hello， 你们在隔壁吗？我们在这边。哦，这样子的。啊，我们在这边。对。怎么样？你们在那屋做了些什么？新队长的体力测试。不会吧，每屋都一样啊。哦啊，你们也做了。对，聊天深蹲什么，腿超酸啊，怎么汗都出来。那你们刚才在屋里边只能听见你们自己谈话的声音？不会是哥哥的声音吗？Cool. 有点忍不住了。实在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这节目组啊就是有点坏，所以那边你看，那边也有、你是可以看得到的。对，所以要让我们出题啊、这个真不赖我们，是节目组没有问题，节目组的套路。坐这儿吧。